语文，哦，对啊，我就平常就有在接商品之类的。你是专职在卖什么？没有，其实我在拍，我给你一张名片，我有带，对，谢谢。就其实我有在拍，这只是我开心兴趣，开心卖，就算交流认识都比较多摄影师这样，对啊对啊，有，我看到你的频道。就是开心做了，对啊，也没有赚太多钱，没那就有赚是太多钱。对，那就开心做这样，对啊。就个人兴趣啊，就也是陆陆续续接一些案子这样。了解了解。你感觉你？